跟老天爷借天才金的金额是从100元到600元都有可能的，这要看众神允诺的结果，决定最后的金额多寡。等到一段时间后，你觉得有赚钱，就把借的天才金再还回来即可。借天才金是高玉林老师替你向众神请求，你不用舟车劳顿去求。想借天才金或有问题要问，欢迎私讯老师，感谢大家。